一束火光点燃希望，一种拼搏创造梦想，一路风雨铸就辉煌。峥嵘岁月稠，微山湖畔，孝贤故里，鱼米之乡，人杰地灵，汲取厚重的文化积淀，勤劳智慧的兴元人演绎了一段中国民族制造业的传奇。山东兴元矿山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注册资金1亿060万元，资产4亿4548万元，年销售收入4亿元，现有职工500人，其中中高级技工102人。兴元集团创始人潘树怀董事长凭借着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永争第一的决心，带领兴元人白手起家，攻坚克难，硬是一锤一锤敲出了一个现代化企业集团。集团下设3个子公司、4个中心、1个研究所和1所职业学校。引领行业发展的兴元，凭借着雄厚实力，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专利、山东省明星企业、济宁市科技小巨人等39项荣誉称号，其新矿牌商标先后荣获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至高荣誉。风墙洞，龟蛇镜，起宏图，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兴元集团始终坚持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现有标准化生产车间24个，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151台，冲、洗、膜、车等数字化机床83台，其中 CK5225D 数控双柱立式车床可加工直径为2.5米的潜水泵配件为国内首创，拥有长达21米、膜件长度可达5米的数控膜床，可称国内之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2007年，兴元集团与江苏大学等多所院校联合组建研究中心，研发的产品获得47项国家专利，其中11项是国家发明专利，投资1400余万元兴建起集科技研发、培训和网络服务为一体的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多种产品通过省市级科技成果鉴定，其中隔爆型耐磨潜水泵荣获第8、9届中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金奖。2010年创立了兴元集团职业培训学校，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依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兴元拥有3大核心产品：矿用潜水泵产品系列、给料机产品系列和变压器产品系列。其中矿用大功率潜水排沙泵为国内技术领先产品，新研发的隔爆高压潜水电泵 BQ 系列最大排水扬程可达2000米，功率1000千瓦至5000千瓦，为国内最大，领先国际。主导产品隔爆型排沙泵 BQS 系列、排污泵 BQW 系列，性能稳定，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特别是大功率干式排沙潜水泵 BQS 315到1000千瓦11种规格系列取得了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矿用给料机是第2大产品系列 ，GLD 型带式给料机，
GLL 型链式给料机、GLG 型夹板式给料机、GLC 型振动式给料机、带式给料机率先取得大功率132千瓦安标证，开创了国内加长38米给料机先河。集团第三大产品电力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矿用隔爆型移动变电站等技术均领先国内。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成立了标准化质检部和水泵实验中心，配备专业质检员，斥资6000多万引进国内最大最先进的检测设备，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从成品检测到出厂验收，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层层把关，做到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Xingyuan在全国开设31所办事处，配备高性能服务车，开创了全天候、全时制、全方位的服务模式。优质的产品、贴心的服务，使Xingyuan产品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主要客户有神华集团、神华宁煤、中煤能源、兖州煤业、大同煤业、西山煤电、山能集团、淮南矿业、淮北煤业、河南平煤等。公司产品还远销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海外市场的开发使Xingyuan产品走出国门，跻身国际舞台，实现了董事长多年的制造业强国之梦。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得力于一支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销售队伍。Xingyuan极其重视销售队伍建设，通过定期内外培训，结合业绩评选等方式，培养了一支敢于亮剑、协同作战、攻坚克难的精干销售团队。在公司总经理潘峰带领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间正道，大爱无言。孔孟之乡济宁，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Xingyuan人根植于这片沃土，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依靠职工办企业，通过举办培训会、高薪聘请专家来场讲课等方式，提升员工素质。Xingyuan的快速发展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赞扬及关心支持，Xingyuan人也将承载着期盼奋发前进。强盛的Xingyuan深谙滴水之恩涌泉报，怀揣着对社会人民的感恩，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回报社会。董事长潘树怀坚持每年为慈善总会义捐，集团也多次向灾区捐款，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勇担责任回报社会。Xingyuan正用他的光和热温暖每一个人。胸有豪情，志成九霄。Xingyuan已具备腾飞的实力，以三大产品系列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加大矿用高压潜水泵研发推广力度，实现Xingyuan集团向10亿、100亿元企业目标的跨越。加快法人治理结构调整和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Xingyuan品牌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契机，立志打造国际一流品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Xingyuan人将承载着荣耀，怀揣着梦想，肩负着责任与使命，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迈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